正宗好热潮，正宗好声音，欢迎收看由合法音乐下载品牌领导者 My Music 独家冠名赞助的 My Music 热潮好声音。吃热潮，喝啤酒，才对味。感谢台北机场独家冠名赞助两瓶虎牌啤酒。热潮好声音倒数计时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正式开唱。第一位参赛者号称信义区的小阿妹，最想要参加三位导师里面 Catch 建制的战队，让我们来欢迎第一位参赛者。九爷爷，我们来了，让我听到尖叫声。这个场子，如果你想要配对又想要喝醉，你可以打给我。我们现在在九爷爷的后山里，尖叫声。介绍里面有讲到你特别喜欢建制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 style 是我的菜。那他菜就在你面前，你有什么想要跟菜表示一下？他是唯一为你转身的人。那么好的天气，让来这里 party， 地板那么干净，让来有人。接下来第二位参赛者，他说他可以让三位老师同时转身，他要把这边炸掉。让我们来欢迎第二位参赛者。转身的是建制，请问你为什么为他转身呢？我想看表演。哦，你想看表演？那后来两位为什么也接着转身？他手很辣。接下来的第三组是来自英国跟美国的嘻哈组合，他们平时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大安森林公园跟永和豆浆。到底跟唱歌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等一下来见分晓。欢迎第三组歌手。好，那三位老师都为你们转身，所以你们有可能是 champion。 哇，真的吗？真的。谢谢。谢谢你。第四组参赛者据说跟九一一关系匪浅，来的参赛者到底要靠关系还是靠歌声呢？我们直接来欢迎第四组参赛者。下的夕阳，我在湖中和的提案，不说花俏舞台的戏班的姑娘，关上观众有意无意讲说花俏比谁都漂亮，刀马旦身段演出风靡全场。说关系匪浅是什么关系啊？他有帮我们的歌唱过 demo。 哪一首歌？嘻哈多少钱？哦，听完了露露的版本之后，你觉得你的版本怎么样？他的版本比较好听，他的版本比较好听。接下来这组团体来自于街头，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，到底精通到什么样的程度？是否能够吸引到老师转身？我们请看下一组。跟朋友一起来派对，感受着 crazy 的 Friday， 威士忌配披萨当作开胃，这时候零在这个台北，家人要放轻松，生活别太紧凑，不需要说太多，这个家人一起 all night long。 休息无伤，
谢。有惊艳到三位评审。同僚曲是你们重编的、喔。对啊。同僚很屌哎、欸。我觉得原本的比较屌。没有，我觉得比原本的还要屌。原本谁编的？我编的。你觉得他的舞蹈怎么样？让人家很印象深刻。你看，你很有，你可以很有。哎呦！同样来自街头的一位年轻的小朋友，喜欢洋葱的清明，喜欢健志的穿搭，同时喜欢春风的铁汉柔情。总而言之，他三个都要讨好的意思。所以说，我们直接来欢迎这一组歌手。我是你的绒毛玩具，不发一语陪伴着你，你就是我秀马戏的芭比芭比。知己知彼，掌心悲喜，从不恶心就惺惺相遇，却那是有灵犀，我甘之如饴。之前也有参加过，其实选秀，对不对？参加过选秀，难怪九一是评审，对，会有很多。我记得。你们两个人，什么节目？那个小燕姐的节目啊，小燕姐的节目的选秀，因为我们那时候被女色诱惑去啊，所以选了女生那一组。你们今天会发生相同的事情吗？不会不会。我是爱你爱你爱卡贝西，奇迹难阻撼，心奈耶，我奈灵心密巴口啊。因为他的声音很像八三幺的主唱哦，等他转过来之后，我就转过来的，马上就被他声音吸引了。对，热潮好声音今天的最后一位压轴歌手，他是饶舌界最新瞩目的星星，是新的饶舌女王，让我们来欢迎他。转身的是洋葱老师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汤真是太好喝了。第一届的热潮好声音，掌声欢迎！九一的新的单曲叫做《哇咖喱咖后》，有一套哇咖喱咖后拳，用这套拳法来指出今天最后的胜出者到底是哪一位，可以把热潮好声音的冠军带回家。我们接下来直接放音乐。好，请问一下，健志指的是谁？拿扇子的这位小哥。哦，吴月跟陈毅。没错没错。现在正在这个 body control 的洋葱，你指的是谁？帮我们唱过 demo 的舒涵。哦，这三个人都是指不同的人。春风老师指的是谁？弹吉他的小哥。你指的弹吉他的小哥徐三。好，请三位先出列。你看这游戏有 bug， 为什么？因为这都是我们选出来的人，所以我们不管要怎么点都还是一样的。哦，对耶，所以你要加入我们一起来指。由于评审不想要当坏人，所以决定坏人让我当，但他们很有可能还会改变他们的答案。对，好，来音乐。春风，你指哪一个？我一样啊。那你呢？我一样啊。我也一样啊。重点是你是指谁？好，你指谁？我指的是舒涵。我觉得他在三组里面算是比较有特色一点。可是他们会跳舞，然后他有弹吉他，哎，而且他还重新编曲。对啊，人家很辛苦编选，编曲要花很久的时间。我觉得他的拍子有点不稳。恭喜你。你的决定好就好了，反正就是你的决定。好了，我觉得舒涵很棒，好，掌声鼓励。哇！也特别谢谢九一来参加第一届好声音来当评审，这是我们台湾首屈一指的自制台湾大型热炒节目。好，
颁奖的奖杯，谢谢。热潮好声音，我们继续期待下一届，第一届成功。哇，高丽康后，新歌单曲要支持一下，秀英。要说 solo 了。